啱啱明星做父母的威廉王子和凯特透过社交网站宣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乔治，全名是乔治亚历山大路易斯，封号剑桥王子殿下，出世只不过是两日就罕有地改好名，比起父亲威廉王子要一个星期，和爷爷王储查理斯要整个月才改到名，小王子就相当有效率。而他的全名只得三个名字，亦都算是简洁。乔治在英国皇室是传统常用的名字，过往就有六位君主起用这一个名，包括小王子的曾祖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英皇乔治六世。乔治王子星期二已经同父母返回肯辛顿宫，女王亦急不及待去到肯辛顿宫见下个曾孙。小王子住了一晚，已经转到白克郡外祖父母的屋企，预料他会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由外婆帮手照顾，相对其他皇室人员会过一些比较平民化的生活。香港宽频电视记者李汉文报道。